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看透你们的能耐了。伙伴已经发动了。战斗应用的团队，战斗应用的团队奖励效果提升了参数。第一回合，在攻击敌方的技能发动，决定攻击手，在红色区域攻击敌方，在蓝色区域跑位，作战决定。不好了，敌方的战斗力比我们高了，是敌方的先手，伙伴的技能发动了，敌方的技能发动了，我要得到敌方小组中的。按下按钮。受我的冤判吧，祸患在此。接受我的冤判吧，粉碎祸患。伙伴的技能发动了。在支援区域，战斗应用发动机会。战斗应用设定完成，战斗应用效果发动。决定攻击手，在红色区域攻击敌方，在蓝色区域回复气力。好位，作战决定，伙伴的技能发动。不好了，敌方的战斗力比我们高了，敌方的先手，敌方的技能发动了，轮到敌方小组攻击了。按下按钮。按下按钮，获胜了，防御的相当好。按下按钮。受我的冤判吧，祸患在此。见识一下神的力量，圣之逆鳞。胜利的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